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艺人姚景元高考期间一直在恋爱，两人疑似是在同一个艺考机构认识的。此前在情人节，他们一起看电影时被偶遇，女方晒出吃饭时的照片，也露出了姚景元的同款手机壳。很快，女方的身份疑似被扒出，疑似是一个网红。巧合的是，网红把他和姚景元一起吃饭的状态删除了。随后，姚景元后援会官博辟谣表示，网传恋情为不实信息，请勿信谣传谣。姚景元工作室也发布声明辟谣恋情传闻。姚景元转发工作室的微博并配文，本人母胎 solo， 后援会工作室本人连续发微博辟谣，基本上可以判定姚景元没有恋爱了，粉丝也都相信姚景元。据悉，姚景元曾经和丁程鑫、马嘉祺、宋亚轩、刘耀文一同组成台风少年团，不过这个组合很快就解散了。随后，时代少年团组合正式出道，由马嘉祺、丁程鑫、宋亚轩、刘耀文、张真源、严浩翔、何俊麟七人组成，独独缺了姚景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姚景元和马嘉祺一样，都参加了今年的高考，也一同失利了。希望他们不要丧气，继续努力，相信会取得满意的成绩的。